我一个人从香港来到这里，我的家人是我的一切。放手吧，邵若云，这个家已经被你搞垮了。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比失去孩子更可怕。子儿，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？很多人都忘记你了，不过你放心，妈咪不会让你被遗忘的，我一定会引出凶手为你报仇。著名艺术家邵若云，我该不该公开这视频？不要跑啊！你很想干什么？我做给你看！不要！我做给你看！不要！不要！竟然是我女儿，怎么可以对她做出这种事？其实你们都是魔鬼。我们保守秘密，要么就是保护自己，要么就是保护别人。你在保护谁？你有什么秘密？你叫什么名字 ？Vida。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你是不是因为他未成年怀孕把他杀了？不是的，怎么可能？会不会是跟那杀手干的？只要我们学会宽恕，学会原谅。不行，当没有切到你的肉，你不知道那个痛。我担心你，我有什么不对？是你没有错，全部都是我的错。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心里面住着一个魔鬼。你还有心情搞专栏？你到底要搞什么把戏？我这些作品叫谁杀了？我希望这个没有良知的杀人凶手看到我的作品，能体会到一个母亲的痛，出来自首。